消息，哈利路亚！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今天是一个复活的日子，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里，耶稣此时此刻就要来给我们祝福，就要来给我们施恩。下面有请我们的吴牧师给我们证道。下面西里教会的问道爱中华请着准备。现在我们大家弟兄姊妹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吴牧师给我们证道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里面有喜乐吗？喜乐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世界世界上众多的宗教，只有基督教的弟兄姊妹里面才有喜乐，只有我们里面才有平安。为什么呢？世界上这么多宗教，没有哪一国教有个复活节。